近似于 y 等于2x 三次，这代表什么意思？
广域的特征就代表这图形的大致特征，也就代表 x 最前面的系数 a 应该是2。再来，在 x 等于2附近的局部特征，这个式子接近这个 4x 减3。那如果局部特征基本上来说就是去取它的一次的直线，所以 x 减2的展开了这个线，在 x 减2附近的局部特征就是 y 等于多少 b 倍的 x 减2再加 c。 题目说跟这条线是一样哦，近似，会等于 4x 减3，所以展开来是一个比较 b 跟 c 是多少，这样可以吗？所以展开来我们就知道 b bx 减 2b 加 c 等于 4x 减3，那这个 b 是4哦，那这个负 2b 加 c 就是负3，然后呢这个 c 就等于负3加8等于5，然后这个反正跟我去的女生哦，就大概年纪还是24、25岁，25岁、26岁左右了。然后我觉得哇，那有一些人就真的是没有到，没有进去 KTV 看不出来的，就平时看起来很安静，可是超级会唱，然后还会跳什么那种 like 蹦蹦，知道吗？就91的舞，可能就还会在那前面那边跳，就 Oh my God， 真的是大开眼界。对，这 OK 哦，所以这 C 数也算出来 ，A 数也算出来 ，B 数也算出来哦。所以从这边我们知道 a b c 等于多少呢？就等于2跟这个4跟5。好，这样可以吗？继续了。第18题他说了一个三次函数，三次函数图形的对称中心在 x 减2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式子如果去整理的话，可以写成 fx 会等于 a 倍的 x 减2的三次方，再加 b 倍的 x 减2的一次，再加 k， 对不对？那这个条件先把它写在旁边。第二个，广域看图形会很接近 y 等于2的 x 三次方的图形，而且局部的话在 x 等于0的附近，近似于直线 y 等于负 2x 加3，这样 OK 吗？在 x 等于0的图线是什么意思？就是 x 用0代展开，所以我们去取这个近似直线就是 y 等于什么 cx 加2的意思，可以吗？在 x 等于零去取近似直线，就直接把 c x 加2取出来，这样 OK 吗？因为零不用这么除法去除，每一个项都可以，这样 OK 吗？好，那写到这以后呢，我们就知道每一个项了。来，首先知道 a 等于2，哦对不对？因为广域的最高四项 a 等于2，再来这个 c 等于负2，朱等于3，那 b 怎么看？同学，题目是要给你对称中心，那由对称中心我们又知道 fx a 是2等于2倍 x 减2的三次方加 p 倍 x 减2的一次方，你如果要看我们的二次项是不是只有在这个最前面的三次方展开里面有，所以展开来就是2倍的 x 三次方减掉6倍 x 平方加0.5，后面就不用看，等于 2x 三次方减掉 12x 平方加0.5，这个就是我们的 b 哦。所以从这边我们就有 fx 咯，所以 fx a 是2 b 是负12 c 是减 2x 就是加3，这是我们的三次式哦。
这个同学，等一下我直接去买。这牛环那边有一家我认识的蛋糕，我叫他进门吃蛋糕。因为你们今天来，我也是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你知道，这个今天来了，我们进度就可以断考，进度就可以交完，所以我觉得提早上一上还是比较好。要不然下个礼拜上完再复习的话，会变得很紧凑。这样子，这样会比较顺畅。那今天我们会提早下课，绝对提早下课，好不好？如果今天没有提早下课的话，我下一次每个人再请一杯星巴克，随便点，看你们可以点多贵，好不好？星巴克应该没有很贵吧？我不知道，管他了，反正就这样。好，那我们继续哦。好，那新年你们有没有什么新希望？我的这个新年新希望就是，我想你们应该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对，对，我觉得应该是 OK 啦。对啊，毕竟这个现在我在瘦个，因为我现在74，我再努力瘦一下，然后再去整形。对，我前几天听说有一个男生来长得很像，就是有一个男生长得很丑，然后他跑去整形。那整完型一个月以后，他的瞬间的这个对异性的好感就是大增啊！他整的像韩星，我等一下给你们看，我很想去那一家整整看，感觉哪天来哇，所以就不得了了。对，大家都不愿意回家了，都在那边问我问题，应该不会了。好，来，我们继续看第15题啊、哦。第15题，这个图形的函数，你要去判断 A、B、C 做什么判断？这个东西哦，就是我们这边前面的问题的集大成。所以我们来看啊、哦，第一个 A 怎么判断 ？A 看右边是上升还是下降 ？A 吗？哦，所以 A 看右上升还是下降，对不对？那如果右下降代表什么意思 ？A 怎么样？小于零。那 B 怎么看？B 的话，你要去看整理完的对称中心嘛，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去配方的话，这时候 f(x) 可以写成多少 ？a 的 x 三次方加上 a 分之 bx 平方加0.0，那你配方过后就会变成 a 倍的 x 加上3a 分之 b 的三次，再加 p 倍的 x 加上3a 分之 b 的一次。再加常数下 k， 所以中心的地方 x 坐标就是3a 分之负 b。你要看 b 的话，用这个看，可以吗？再来 c 怎么看 ？c 怎么看 ？c 跟猪是一起看的。基本上来说，你在 x 等于零的近似直线，或是局部特征。基本上是 y 等于 cx 加猪，所以这里通过零猪这条斜直线叫 y 等于 cx 加猪，那 c 就是我们一次函数的斜率，可以吗？可不可以？近似直线斜率，猪就是这个焦点，所以 a b c 猪是这样看。同学，那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哦。a 是正还是负 ？a 是负，你已经知道，对不对？再来 B 怎么看？这时候我们知道3a 分之负 b 大于零 ，a 是一个负值，负负正才会得正，所以 b 大于零 ，b 大于零，好，所以 a 小于零 ，b 大于零是对。那 C 跟猪呢，就是看这个切线，对不对？那从这个式子来看 ，C 是负，猪是正。在零猪这个点的切线这一条，这个局部特征，基本上就是我们的 CX 加猪。那这条一次函数的斜率
啊，就是我们的 c， 所以 c 是负的，那猪呢？啊，猪是一个正值，零猪在上面啊，所以 a、b、c 猪都可以看。那最后一个三 a 分之 b 平方怎么看？三 a 分之 b 平方，你必须要去找怎么样？找这个 p 来观察。你看这个三 a 分之 b 这个项是不是有点像配方之间去找出来的项？哦，所以我们等一下来看这一选项是什么。先用这个作文书法组组看，我把这些题目这个条件先稍微的缩小一下，不然空军在够。我清出一个空间以后来。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的这个是一这个选项，这一啊，基本上来说就是我们配成对称中心的一次函数有关啊，要去找的是对称中心在配方过程的这个 p 值啊，这个 p 值。那我们来看这个是数字到底是多少啊？来 a、b、c 猪，你综合除法的时候可以去除以三 a 分之负 b。同学，这看起来复杂，但其实没有那么难做。我建议你们自己也可以自己做做看。来 ，a 先放下，乘起来叫做三分之负 b， 相加叫三分之二 b， 乘上三 a 分之负 b 叫做三 a 分之负二 b 方。加起来叫做 c 减掉三 a 分之 b 的平方，这样子，可以吗？哦，好，重写一下。那这个猪不重要，同学，为什么猪不重要？你看这个次方名字，在这个 c 下面的项是叫 a 分之 b 的平方的样子，对不对？那你看这个式子，我们讨论的第五选项的因式，是不是一样是 a 分之 b 的平方，跟这个项的特征一样，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往猪这边去算，只要去看这里继续往下算就好。所以这个猪我们不用看，我们就随便给它一个，好不好？来继续，再来一个三 a 分之负 b， a 三分之负 b。三分之 b， 然后再乘过去，就变成三 a 分之负 b 的平方，加起来，对，这边比物嘛，这分母应该是九的，对，这边比物九，合并起来变成了 c 九分之三，这是三分之一哦。再继续往下啊，这我们就知道是 a 跟0啊，这个就是综合除法的结局嘛，对不对啊？再继续往下，这个就不多写了，算了，都写了。同学，我们现在做什么？我们现在在这个利用综合除法去把这个三次式配成这种三次一次的类型，对不对啊？配成三一的类型。那写完的结果，我们这里。就可以知道这个式子 ，f(x) 啊，它可以叫做 a 倍 x 减掉三 x 加上三 a 分之 b 的三方，再加上一次项的系数是 c 减掉三 a 分之 b 的平方，乘上 x 加上三 a 分之 b 的一次，再加 k， 同学。写到这里的时候呢，你是有看到我们这个项，对不对？哦，这个式子就是我们的三次配方的结果，这样可以哦。那配完方的结果，你去看这个图，这图是不是有上有下的类型？那如果这图是有上下的类型，基本上代表什么意思？这个 a 跟这个一次的系数是同号还是异号？异号型的，对不对？异号在抵消的过程才让图有上有下啊，所以这个时候来，我们就知道由图
记号型 ，a 小于零 ，c 减掉三 a 分之 b 方大于零，所以这时候就会得到 c 会大于三 a 分之 b 的平方，就是这样，所以一是对的，你看到这个三 a 分之 b 的平方，这我一稍微记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配方配次项的过程产生的结果。那同学，我老实说，我不希望你们去背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用配的比较简单，懂我意思吗？如果不是这四个考这四个，只会考这个，说真的，那考这个的话，那基本上来说就怎么样，就去配方就好了。三 a 分之 b 方的话，你就用综合统计算，好，就这样。那我还有一个新年新希望，不是交女朋友吗？你的口罩帅哎！看我现在才发现你好骚哦！有没有看到2021那个？有没有看到蛮骚的哦？你也蛮怪的。真的。好。不错呢，你去哪里买到这种鬼东西？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路上捡的对不对？哦，好，真的蛮好看的，对对对，我刚才发现，那真的蛮帅的。我今年还有一个小小的目标，就是我要做到每个礼拜要放一天假，就这个很伟大愿望。对，我去年来有，但是因为这个课纲的调整，我的假又没了哦。那我现在我希望我。这个学期，我每个礼拜可以放一天假，一天就好，拜托。小弟卑微的愿望，拜托啊，就放一天就好。好，同学，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最后一节，最后一节很简单，也很快速哦。这个多项不等式哦，这多项不等式的地方呢，我们先讲第一件事情叫勘根定理。勘根定理是一个很有趣的特征。它的目标就用来找什么？找根。什么是根？我们之前有说，根就是与图的交点哦。好，现在我们要求的目标是 f(x) 等于零。这等于零，我们知道就去找怎么样？找与 x 轴的交点。对不对？那有几个重要的结论开始喽。第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有一个点叫做 A 带进去，乘上一个点叫做 B 带进去，小于零的话，就代表在 A、B 中间有可能有奇数个根。有可能有奇数个根，我画图给你们看。我们知道根就是与 x 轴的交点哦。来，这里我画一条 x 轴，用黑色画。好，这是我们的 x 轴。A 跟 B 我们来看 ，A 是某一个点哦，那带进去的结果叫做 f(a)， 可以吗？来 ，B。带进去的结果就是 FB。 那同学，相乘小于零代表要么是正负或者怎么样，要不然就怎么样，或者是负正，可以吗？那我这个时候我假设 A 带进去正， B 带进去负了，同学函数要画图的时候是从 A 要连到 B 点，这时候是不是至少会有几个交点？至少是会有一个交点，可以吗？那这个焦点的位置就叫做我们的根，
同学，只有一个吗？一定只有一个吗？不一定哦。例如说，我再画一次图来，你是不是有可能上下上，是不是有可能有三个？重点就是说，如果中间夹杂了奇数的根，那两侧带进去的结果就会一正一负，听得懂吗？就会一正一负，这样 OK 吗？一正一负，就这样。好，来，那第二种情形，如果 A 带入的结果乘上 B 带入的结果大于零的话，这时候代表 AB 间，我就写个间哦，有零或偶数个根，像这样哦，来，相乘大于零代表什么意思，同学？相乘大于零代表要么是正正或怎么样，或是负负。A 如果带入是正 ，B 带进去如果也是正，这两个对应的高度都是正，那我们的图形要通过这两个点的时候，我们画的圆图要通过这两个点，是不是有可能中间没有与 XO 的交点？是不是有可能有几个交点？是有可能有两个交点。所以这叫做零或者是偶数个交点，那与 XO 的交点就要跟这里就代表的是通过去的中间有零个根或者是偶数个根，这样 OK 吗？哦，这是零根或偶数根。那另一种情形你要注意哦，重根算几个根？同学，如果是二重根算两个根，哦，像这里用 A 带，这里用 B 带，像这种重根的情形，只有碰到这样子，这算是二重根，哦，二重根就算我们的两个根咯，哦，两个根。好，那我们这时候要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中间有偶数个根，代表两个区域位置会怎么样？同号，这样可以吗？哦，会同号。好，拿卫生纸。我等一下去直接去店里面买，因为我买，因为我那个在那个屋里面，他那个加一个，我不能超过我可以付的钱。张亮，好，啊，其实还有一个希望，这个当然是有希望，我可以一个礼拜放一次假，一天假以外，我也希望这个这个从明年开始可以出国去玩，去走走，真的，我觉得还蛮想出国去走走，你会很想出国吗？我就想试试。靠哥，你想要视讯唱歌，这什么意思？你需要有一个那个病人的开始咳的。你说你想视讯唱歌？对啊，就学校跟学校就在家里唱歌。蛮邪恶的愿望，不过我某种程度能理解你的想法。那你那时候你还记得做一个自己的人形立牌，当面看似的人形立牌。然后就做，然后就放在那个前面，然后在后面打运动。对，看，都想好了。视讯上课，我说真的，就是因为我有朋友在美国，然后他说视讯上课比你想象中的不好玩。那好玩这一开始而已，但你知道后面的时候你也不能出家门，你知道吗？那你不出家门，你想说我天天打电动，不是你天天会看到你爸妈在那边看着你，你也看着他们，这个感觉是很恐怖，所以他们说他们觉得压力蛮大的，对，所以我不置可否啦，
就是我可以理解你不太想要见到很多人上课那种想要试试看那种感觉，但是说真的，如果是配合着其他的状态的话，我觉得你可能不一定会喜欢，就这样。对，我有朋友在英国干，超可怜。他跟他老公，因为他儿子还小，就是不敢离开太远，因为想坐飞机那些不方便，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没有打算来台湾。结果现在英国整个就爆炸了，对啊，超恐怖。然后他们邻居也中了那种变形的武汉肺炎病，他说很可怕。就是晚上的时候，因为他们家就住两个。就公园，就那种的欧式的房子，他邻居就在窗户那边，然后那边一直咳，他就觉得超恐怖，他都把窗户那边封得很紧，你知道吗？对，知道，我是希望这个尽量的，这个不要，还是大家都好好的，不错的，对。当然了，这个新年的也有一个不错的消息，就是习主席就是有那个动脉瘤，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件事情吗？习近平就是有那个大脑一个动脉瘤，然后现在正在开刀。对，这个比较神秘的事情。来，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图，接下来我们来看画那个二次函数图。怎么画图？同学，第一件事情，先决定于 x 轴上有没有根。这时候与令它等于零，先画边界，三分几，负一。那我们来看一下，用这个堪根定理的概念来看，同学，最高次项为正，是代表右边要往正的地方开始画。那我问你们哦，这个三是有算几个根 ？x 减三这里是算一个根，可以吗？也就是说，如果右边是正，根据上面的堪根定理。你要画图穿过这个根，所以一定要另一边要怎么样？要负，可以吗？好，所以我们会从三往负的这样画。我先画完再解释哦。来，从三穿过去以后，同学，但是你看，如果负一的右边是负的，但是求你，这里负一也算一个根，所以根据堪根定理，你要穿过去。是也要往左边这样画上来，正负之间正好会有奇数的根，可以吗？所以我们这样穿下去再穿上来，这个就是我们二次函数图的画。那第二个图怎么画？第二个图的话，你会发现什么事情？你这一个式子有一个边界叫负一，可是算几个根？二次算几个根？算两个根，算两个根。长成这个样子，懂我意思吗？不过我理解你的话，但是我有朋友，他我有个学生，他是在那个澳洲念书，现在回来，然后他每天都要上网课，可是他每天上的地点都不一样，他拿他 laptop， 他有一次去垦丁上课，他坐在垦丁的沙滩那边上课，哎呀，干他妈超爽的。这样想一想，感觉也不错，对啊。然后我还有一个学生，他现在是他本来去德国念大学，然后慕尼黑大学，然后他现在也在成大上网课，对啊，就住在宿舍里面，整天都在干嘛？哎，照片啊，同学，那你看嘛，因为负一算两个根，最高次项为正，那我们知道如果偶数个根两侧都要同号。所以就这样碰一下画上来，可以吗？这样 OK 吗？这图可以理解吗？因为这里算偶数个根，偶数个根两侧要同号，所以从正，另一边也是正。那第三个式有没有根？第三个式判别式小零，去解，没有根，但最高次项为正，它是一个恒正的图形，这样 OK 吗？好。我们从这二次的画图就可以整理这个画图是怎么来的。第一件事情，由右侧开始画，不是先找等于零的边界，
x 轴等于零，看能否相交。再来，由右上方开始画。因为如果最高次项大于零，图形从右上开始画。如果 A 小于零，就从右下方开始画上去，可以吗？再来，你会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对于根来说，奇数的根图形会穿过去，偶数根图形会碰一下，哦，就会往 X 轴这样碰一下，哦，所以有一个小小的口诀，哦，叫做奇穿偶碰，哦，奇数的根图形会穿过去，哦，那偶数的根图形会碰一下。可以吗？哦，那基本上来说，这些就是画图的秘诀啊。先找等于零，哦，然后呢，由右上方开始画，那奇数根穿过去，偶数根碰一下，哦，就这三件事情就可以把图画得很漂亮，可以吗？这样 OK 哦。好，哦，那我们来画一下啊，哦，说一下。同时还有一件事情哦，这个今天先跟你们讲，我等一下先把蛋糕拿一下，拿回来以后呢，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下一堂是不下课，一路上到上，然后上完就给你们提早下课，这样可以吗？你们是比较想下课还是想提早下课？提早这样好 ，OK 哈，好，来，像这个三次函数的图形来，同学你看，先去找根画图。对不对？好，那这时候来令它等于零，五，三根几，负一，来再来最高次项为正，奇穿偶碰，这五根、三根、负一都是奇数的根，所以说整个这样穿过去，来五穿过去后，三还是穿上来，负一还是穿过去。从右边开始画，奇穿偶碰，三穿穿，就这样，可以吗？好，来，那第二个图怎么画？三跟一，哦，由上方开始，二次代表是偶数的根，碰一下，再穿下去，看懂吗？再说一说，碰一下，再穿下去。所以第二个图你们应该怎么画？那第三个图，第三个图的话，后面这个式子令它等于零是找不到答案的，它判别是小于零，判别是小于零代表是一个恒正的数字，恒正的数字哦，但它不会等于零，所以它没有与 x 为交点。这时候只要看怎么样 ，x 显示的这个一就好。这图形基本上来说，从正号出发，只会从一个点穿过去，这样 OK 吗？那第三个图，对，第四个图，右下这个图，就只有一个焦点，对，就这样，就一个焦点，因为这一个根啊，哦，这一个焦点，要勇敢哦。来，那第四个图你们自己可以画，最高次项为系数是负，一样边界是三根几，一，从右下方开始画，来练习看，奇穿偶碰哦，三是偶数的根，对不对？哦，所以碰一下哦。一是奇数的根，所以穿过去，所以画一下图就有了。好，所以你应该也画出来了，从负的地方开始画，这样子。对吧？碰一下穿过去，这样 OK 啊。好，我下一个例子讲完，给你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好不好？好，来，接下来画一个高次函数。你看，你知道这个基本原则以后，这么高次，你要怎么画就怎么画。来，第一件事情，这里是判别是小于零的，不影响正负。整理看一下，最高次项为正，那有根五根几？五三根几，一，对不对？来，
从正号开始的话，基串往后，一个根算奇数根，三个根也奇数根，这里两个根碰一下，可以吗？一这里是两个根嘛，哦，所以基串往后画完。那第二个图比较几白哦，因为这个式子，你令它等于零的时候，它是有解，那怎么解？就公式解嘛，二次函数都是公式解，可以吗？同学，所以你如果一个式子长得很长，你尽量第一个目标就把它画成二次跟怎么样一次的式子，可以吗？哦，那二次的式子有哦，那就很 happy， 你就可以用公式解啊，或者用判别式去判断，或者是因式分解也行哦。那这个等于零的话，哎，有解 x 等于几？二分之一加减根号五啊、哦，好。所以这时候有三个点哦，一个是一，一个是二分之一加根号一大，一个是二分之一减根号一小。来，那我们来看一下最高次项为负。最高次项为负，开始画图了。来，基串偶碰，二分之一加根号五是一个根。从负的看的话，一是两根，二分之一减根号五是一个根，基串偶碰大概长这样。我这个图哦，这个没有办法画得很漂亮哦，但是这个大略的长相是不会错的，就长这样，可以吗？好，这里是我们的图。好，我们休息一下哈，等一下再继续。啊，最后再讲一小句话，这你们就可以休息一下。这里哈，顺带一提，有根就有因式，所以 x 平方减 x 减一这两个根，基本上可以化成 x 减掉二分之一加根号，还有 x 减掉二分之一减根号。再乘上 x 减一的平方，好，
是说，嗯，可是很多人都喜欢喝酒，我也喜欢喝酒，我爱唱歌，但是没有喝酒，一群朋友，一群朋友，所以我就不知道，认识。你们自己过来拿好了，好不好？你们自己过来拿，好不好？小弟刚刚就是四肢，都中了、欸，要不要？来拿来着。没有餐具，没有没拿餐具的，餐具在这里，应该有。有没有拿餐具的？有没有 ？OK， 吃吧，吃吧。咦，啊，祝大家这个新年快乐！我吃好了，还是不要吃？有还是吃一点？有没有还在吃一口？你要不要再吃一口？接下来这个往后看，对，这个一次不等式这个问题我就跳过，我们直接看二次不等式。所以怎么画二次不等式啊？首先先从上面刚画好的图跟你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哦。你会画图以后，这画完图以后，其实你们哦，什么叫做在上方？在 x 轴上方是什么意思？在 x 轴上方代表什么意思？带进去是为正的结果。如果在 x 轴上方的图，就代表你带进去对的值是正，可以吗？那在下方是代表就是怎么样负。所以同学以这个图为例，
你要去看 fx 小于0的范围在哪边。如果你要去看 fx 小于0的 x 范围，是不是代表的是这两个负号区的 x 代表 x 介于5到3之间，或 x 比负一小？听得懂吗？听得懂吗？在图形 x 下面就代表算进算出来是负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如果 f(x) 小于0的话，它的答案就是 x 介于3到之间，或者是 x 小于几负一，这样 OK 吗？哦，像这里，哦，这家真的不错。同学，我们知道这家一开始的时候超难吃的，他一开始在第一家店超难吃的，他那个不知道是有一个很有少女泡泡的女生，然后去设计的店，然后后来他去吃一家台北叫 Lady M 的店，然后吃以后他就开始稍微小小模仿，但是 Lady M 跟他做的东西又不太一样，所以他就有走出自己的方向。哇，你吃的很暴力，你看起来蛮斯文的，你吃起来蛮野兽，就直接抓起来吃。对啊，然后他的东西我觉得蛮好吃的，就是他的水果搭得很好，然后那个奶油馅我觉得不会到太腻，所以吃起来很好吃，蛋糕也做得不错。对，这家叫做福禄糕饼店，在那个万坡，你们知道吗？原本有一家万坡的对面，然后巨城它有姐妹店叫慢慢好食，对，慢慢，对，在巨城楼下。那我觉得你们如果经过可以吃吃看。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这个图的范围。用蓝色画，用蓝色。好，就这样了。那我们继续喽。接下来我们来解这个二次不等式。其实我们什么都会。如果单纯的解不等式哦，有稍微的差别。第一件事情，为了解不等式的做法一致，所以我们通常都会让最高次项变正，所以来先变号，这个 x 平方减 x 减5会变成什么？小于或等于0，可以吗？让最高次项变正 ，OK，OK 哦，好，那接下来去解根 xa 级二分之一加减根号 b 平方减 4a 级21。这个边界叫做二分之一加根号21，另一个边界叫做二分之一减掉根号21。再来，最高次项为正，所以我们画图的时候开口朝上，这样子画，可以吗？那画完图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你如果变号以后，你是要取小于0的区域。我们在看的是，因为我们变号，那变号的时候不等式方向要改变，这时候大于等于变小于等于。那我们这时候改解这个式子，这两个是一样的。那解这个式子的时候，小于等于0是不是代表取画完以后的图怎么区？负号区。所以这时候来负号区就是这两个中间，那有等号，所以我们就知道怎么样。答案就是 x 介于一加根号21到一减根号21的中间，这样可以吗？可以吗？这样，这就是解不等式的基本方法。所以第二小题一样，最高次项先变正 ，x 平方减 x 加6要小于等于0。分解不开，检查判别式，判别式小于零，代表新的图最高次项为正的图是恒正，你要小于等于零是没有值的，所以这答案就是无解。我有可能有无解哦，所以你们这个稍微看一下，这样 OK 哦，哦，这样就是无解，这样 OK 哦。好，那这时候我们来看呢，怎么解二次不等式？第一个。首项系数变正，一律从最高次项为正去开始画。那先找根去画图，根就与 x 的交点去画图。不管你要去找的是有没有等于零，都先画图去找与 x 等于零的交点。
再来，判别正负号。大于零取的是在手上的正号区，小于零取的是负号区。等于零呢，就是在轴上的点，可以吗？哦，所以我们取的范围可能是大于零、小于零或等于零，就看这个图要怎么画。这样 OK 哦，大于零整。好，那我们来往下看哦。举个例子，像第三题。第三题说 x 平方减五 x 介于负四到六之间，那第一个先把式子拆开了。第一个是 x 平方减五 x 大于等于负四，移项面加四大于等于零，一边通常都是零哦，同学，一边在减不等式通常让它变零。第二个呢 ，x 平方减五 x 减六小于零。这个连续的不等式代表用且连接，所以最后取共同的范围，可以吗？我另一个换蓝色。好，那第一个我们先画，第一个叫做 x 平方减五 x 加四大于等于分解 ，x 减四 ，x 减一大于等于零，画图。四跟一大于等于零，取的是这个正号的这两个范围，可以吗？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小于零怎么做？一样啊，你先把式子分解开来。或者解根，这时候与 x 等于零的边界画一下，一个是六，一个是负一，你要小于零，代表是取的是负号区，这两个边界不能要，因为没有等号。那第一个图解出来的结果叫做 x 大于等于四，或者是 x 小于等于一。第二个图是 x 介于负一到六的中间。好，可以吗？解完两个以后，最后要怎么做？同学都要满足这两个范围，所以用且连接。所以一跟二取共同的交集，一二取共同的交集。来，这时候第一个范围比四大，比一小。第二个范围呢，介于六到负一之间，那我们的共同范围是在这两端，所以最后解出来的范围，这个 x 比六小，比四大，或者是 x 介于一到负一的中间。这两个，这个是我们的答案 ，yes， 可以吗？对的。OK 啊，继续喽，同学，那高次不等式也是一样，首项系数要辩证。
那先找圆，去找根，画图。哦，那这个判别正负号一样，同学懂为什么一样哦？这解法就是这样哦。这方法哦，这个很有系统，而且又简单哦，所以我们一律都用这个方法去做。来，那我们就想缩力一、缩力四跟这个缩力五就好，这二你们就自己写来。第一个先辩证 ，x 加一 ，a 减二 ，a 减三，变号一次，不等式方向要改变，对吧？哦，那再我们来开始画图喽。三、二跟负一。我们在解这个式子的时候，通常都习惯让最高次项为正，画从右上方开始画的图。好，边界不要用空心点带，这时候要大于零的正号区，我们这时候要取的是大于零的正号区，所以正的正的，范围就有 x 大于三，或者是多少？x 介于二到几之间，二到一的中间，这样可以吗？就这样，画图，解根，画了解根，很单纯的做法，这样 OK 吗？这里，好，然后一次来看它第四题。最高次项辩证，因为有变号，所以不等式的方向要改变，这样可以吗？来，再画图，判别式小于零。这里时候与 x 不会有交点，横正不会影响图形的正负，所以这项就可以删去。它因为横正不会影响图形的正负，就可以删掉。哦，判别式小于零横正。你在不等式里看到一个正数，本来就可以消掉，对不对？再来看后面，来边界第一个是七，再来是几？五，再来是一跟几？负三。从最高次项为正开始，七穿往后。五这里只会碰一下，因为它是20，20是偶数的根，31是奇数的根，一跟负三。后完以后取的是正号区，还有等于零的地方。这个题目还有一个小小梗，就是这个等于零的地方也要算。所以这么写 ，x 大于等于七 ，x 等于五，或者是 x 介于一到负三之间，这三等都要，可以吗？怎么了，弟弟？因为五是偶数的根嘛。可以吗？偶数的根就碰一下，然后奇数的根会穿过去。31是奇数啊，哦，那其他的都是一，小于等于，因为变号嘛，你看这里本来是负 x 减三，变号变成 x 加三的过程，那要变号，这样 OK 吗？哦，只注意变号，这样就好。好。这样 OK 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缩力五啊。哎呀，先问你们，有没有老师讲分式不等式？学校有教分式不等式吗？会考吗？老师有时候会考，还是都不考？
错。还有讲义里面有，讲义里面有分数的。等一下我看一下，没有人带讲义吗？有没有？没有带，没有。哦，那等一下就看一下。有的话，我再上来帮你们补充一下，分式也没有很难。因为这个课纲其实把分式删掉了，像你们桌里就没有了。不知道，反正就是有的版本没有，有的版本有。那我就帮你们补充一下。来，周立武，关于这个式子，下列哪个选项是他的一个解？第一件事情，你在看这个式子的时候有什么讨厌的地方？这两边只有 x 减7，那求你 x 减7可不可以约掉？你确定 x 减7是正还是负的吗？比七大是正的，比七角是负的，正负不确定。你正负不确定时，你就不能把它约掉，因为你不知道不等式方向怎么改变，对不对？所以这题怎么做？你只能移项，但是你看后面是都长得一样，所以移项提出来就好了。所以移项会变成 x 方减 2x 加3，提出公因式哦 ，x 加5 ，x 加1 ，x 减4会怎么样 ？x 减7会怎么样？小于零。好，那对于这个式子来说，判别是怎么样？判别是小于零，恒正，这个才可以约掉。剩下的画图来，7 4负一跟几，负。从这边开始画，击穿往后，那你要的范围是小于零的负号群，所以得到的结果 ，x 介于七到四之间，或者 x 介于负一到负五的中间。有谁？看图，二排跟几，负排，那 OK 了。就这样，所以这个东西本来就这样慢慢算。好，这样引力我就先不讲了，这样 OK 吗？那这时候呢，这个不等式讲完了后，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接下来的例题。第一个例题，他问你下列哪些选项可以找到实数 a， 使得所有的数都满足这不等式。你讲一讲，然后算前面不要讲。这个不等式怎么看？首先，先分解。像这个式子哦，你没办法去公式解，你还是要去解范围边界，所以就先分解它，好不好分？比想象中好分。同学，这个选项哦，为什么好分？是因为它的可能选择很少，懂我意思吗？要不是二 a 跟一，就是 a 跟二，对不对？就像是你看到31。31好不好分解？31好分解，因为31是1跟31。你看到108好不好分解？108超麻烦，有很多个选择。所以这次我们去做试验，哎，来，有2跟 A 嘛，中间，所以 XX 来，
二跟 A， 正二跟几，为分解完了，这样可以吗？分解成这个样子。那分解成这个样子以后，接下来我们来观察我们的边界。第一种 case， 当 A 大于负二，一个边界是 A， 一个边界是负二，可以吗？小于零代表中间。第二种情形，有可能如果 A 小于负二，那这两个范围都有一个特征，就是要么是怎么样，在负二的右侧，或者要么在负二的左侧，在同一侧，可以吗？哦，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A 是一个固定的边界，好，所以第一个。请问你有没有可能负一跟零在这个负二到 A 的里面？题目要的问的就是使得选项里面的数字都满足这个不等式，也就是说我们只要在这个范围的里面就叫满足不等式，在这范围的里面就叫满足不等式，可以吗？那有没有可能让负一跟零在这里面？可以啊，只要 A 怎么样 ，A 够大了就可以，可以吗？哦，所以第一题是 OK 的。我们随便取一下，取就是取 A 等于三。这时候我们负二到三之间就可以塞这两个数进去，可以吗？可以哦。好，二可不可能？一二三到无限大的正整数。其实你 A 这个数字是一个固定的边界，看到吗 ？A 这个数字是一个固定的边界，对不对？对吧？那这个是一个固定的边界，同学，就是你可以去找一个没有边界的范围吗？你 A 可以是多少都不可能吗？例如说 A 是一万，这个正整数字就会一定会有一万零一以上的数字，对不对 ？A 等于一兆，那这个所有的正整数也没办法数完了，懂我意思吗？所以这时候二是不可能。因为没有办法去把这无限大这个条件的数字描述出来，可以吗？那所以同样的道理，三是也是不可能。那四可不可以？四可以吗？我们随便取 A 等于三万，可不可以？哦，也可以嘛。哦，那这五呢？负拍跟拍，同学不可能，因为负拍跟拍，一个比负二大，一个比负二小。我们 A 一次是只能包一个方向，所以五也是不可能。哦，听得懂吗？哦，要么比负二大，要么比负二小。负拍跟拍正好比一个比负二大，一个比负二小，所以不行。没办法一次掌握，好。继续喽，第二题是逆推法。我这逆推法很常见哦，这个稍微看一下 ，a 平方加 b x 加 c 小于零的解为 x 介于一到二之间。那我们要去看 b 跟 c 跟 a 大于零的范围。第一件事情，你没办法展开来解，对不对？所以你只好用一到二之间去逆推这个范围。那如果 x 介于一到二之间的话，画了图以后，知道我们可以看这个图是 x 减一乘上 x 减二小于零的式子，可以吗？那这展开就叫 x 平方
减 3x 加2小于1。这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式子，我们要去看的是一个小于0的式子解，正好是1到2之间。那我们这个条件如果逆着回去解，是正好满足我们这个解的范围。我再说一次哦，我们这样逆推过来以后，这个小于零得到的结果跟这个小于零是一样的，代表从这个式子出发解出来的答案就是 x 减一到二之间。那既然如此，我们这个式子就可以当我们的 ABC。 什么叫做可以当我们的 ABC？ 代表 ABC 的答案只有一组吗？其实是无限多组。我们在这个式子里面，这时候可以取 a 等于 1，b 等于负 3，c 等于2。那请问你，我们如果取 a 等于2，负6跟4，可不可以？式子两倍提出来约掉是不是也行？听得懂吗？所以基本上这个答案哦，这个 a b c 哦，不只有一组，可是最后的结果只会有一个，懂我意思吗？哦，题目要设计好哦。所以取完以后，接下来来带回 b x 平方加 c x 加 a， 这时候负3 x 平方加2 x 加1会大于零，解一下吧。3 x 平方减2 x 减1会小于零。继续 ，3x，x。所以 x 介于1到几之间，三分之负一的中间，可以吗？就这样。找写反，对不起。哎，没有反，看错了，对不起哦，就这样哦。所以 x 介于三分之一到 x 算出来介于1到三分之负一之间，这就是逆推，这样 OK 吗？这个可以吗？逆推，逆推是一个蛮爱考的这个做法，所以这个给我们参考一下。接下来第二个 ，f(x) 为一个二次函数，而且不等式的解 x 介于负3到6的中间。我们要求 f3x 小于0的解是多少？来，那这个时候来，一样的要逆推。来，首先 x 介于6到负3之间，解式子的边界，一个是 x 减6 x 加3小于0。可是同学，我们要解的是 f(x) 什么东西 ？f(x) 大于0，对吧？我们要的是 f(x) 大于零，所以你这个小于零跟这个大于零不太合，怎么办？不用担心，再变号就负的 x 减6乘上 x 加3大于零。这样可以吗？那同学你看好，对于这个式子来说，看好同学。对于这个式子来说，是这样一逆推回来，我们的解就是6到负3的中间，可以吗？代表这个就是可以当我们 f(x) 的一个式子，那 OK 吗？哦，如果你在变号的时候，这个是正好满足它大于的条件，而且它推回去的解的确是 x 介于负3到6之间，所以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取 f(x) 叫做负的。那继续哦，接下来你要去解什么？再来我们要去求的叫做 f 几 ，3x 小于零，可以吗？来，那怎么解呢？来 ，f3x 就等于负的 3x 减6乘上 3x 加3要小于零。先把这负号变号，然后再把这3跟3提出来一遍，负，算了，慢慢写。
把负九除掉，边界一个是二，一个是负一，开口朝上，大于零，取两侧的正号取。给同学解完了，所以 x 大于二，或者是 x 小于负一，这样 OK 吗？第四题哦，这个我有打下，但是我还是列在这里给你们看。或者基本上解不等式只是一个计数而已，那对计数会就没什么。那来对于这个事实，他说均在这个图形的下方。什么叫下方？就是两个图形，这个二次函数假设叫 y1，这时候我们要解释要 y2 要怎么样大于 y1， 那你在解这个式子要解的是我们的 a， 所以把左右换成跟 x 有关的式子， 4x 加5要大于 ax 平方加 6x 加 a 加11再移项，把这一边移过去。同学，因为这样子不能解，我们要解这个式子的 a， 只能去看大于等于零或小于零的判别式嘛，对不对？所以一项得到一个新的式子，会得到 ax 平方加 8x 加 a 加6，一定要很小于零，因为题目说横在一个人的下方，对不对？那既然如此的话，就代表这个式子开口朝下，判别式小于零。那你再慢慢去解掉，可以吗？最后两个取共同的范围，就得到 a 小于负八。解在上面哦，基本上这一题我只在快速讲一次给你们听，同学不用特别抄，上面都有哦。只是这个最主要是因为它要横成立。第二件事情，一定要移成一边为零，才能去讨论判别式，听得懂吗？横正或横负，一定要一边为零，才可以去讨论，可以吗？你才有足够的工具讨论它。好，最后一页，因为我们好像有点提得太早了，开得太快了，同学这样子懂吗？这个还 OK 吗？前面真的不难的，就是去解这个式子，那你们也会解这个。画图去解式子，所以真的算简单哦。那因为时间还有一点哦，我们还是如果等我这两题讲完还有5分钟啊，我快速的讲一下分式不等式，讲一下怎么解，然后这个下一次会少讲一点，好不好？很快哦，来，这个高次逆推。同学，为什么我们逆推的时候设定最右边为正？就是因为我们画图不需要画得很混乱，懂我意思吗？来，题目说我们这个解 x 大于4，而且或者 x 介于1到负2之间。
哎，三次不等式有三个边界，那开始画图，比四大，你会发现这个图形一定要画得出来。那这时候我们取的是什么区？是正号区。那你看哦，这个式子是我们逆推回去看的原式，可是原式对不对？不对啊，第一个是屁股是负八，这里乘完是不是正八？屁股是小于等于零，这里是大于等于零，怎么办？再变号。这时候就会小于等于零 ，OK 哦。接下来展开来就会有解。来自己展开就会得到 ABC 了。你看屁股哦，来负负负得负，四乘一乘二是叫做八，所以这个式展开确保有负八还是小于等于零，就是我们的答案，可以吗？好，来展开来把 ABC 写一下。继续哦，第二小题哦，已知 f(x) 是一个直系数的多项式，而且 f(x) 大于零的这个解是这一个范围。哦，那问下列选项何者正确？那第一件事情，我们来画图。边界一个是二，一个是一，还有负一，还有一个比负一小。这里哦，有两个负一重叠，是代表碰一下的情形。最高四项为正，解不等式，所以你就图就不会画错，就大概长成这个样子。那比二大是大于零的正号区的部分。那我们知道击穿偶碰。这个可能的式子应该会是多少？有 x 减二 ，a 穿过去是奇数的次方，再乘上 x 减一的奇数次方。来，同学来 ，x 加一是几？偶碰啊，所以 x 加一是什么次？
月亮是偶次。题目上面的范围是大于零，你说我们取大于零，哎，正好是大于零，这个正好合，恰好的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原次，可能的原次，这样 OK 吗？好，你再自己再去看一下。来，第一个 A，f(x) 的次数最低为4，哎 ，A 是对。一二，可能为5吗？同学，有没有可能是5次式？奇奇偶有没有可能是5次？奇奇偶次方的总和绝对是偶次方，对不对？奇数加奇数是偶数，所以 B 是错的，不可能。因为次方的总和奇加奇加偶，绝对要是偶数。在 C 最高次项系数为正，我们这逆推的图是正好合于我们上面的条件，所以最高次项为正也是对。系数合必为正数。什么叫系数合？所求积等于多少 ？F 几 ？C 对猪。系数的总和记不记得怎么算？这次论考会考 x 用几代？常数项用0，系数和用1代，哦，所以所求这就等于 f1 正好等于几？0，哦，有一个1在里面，因式里面，可以吗？再来一选项 ，f(x) 等于4，至少有两个相异时根，这代表什么意思？拆成 y 等于 f(x) 跟几？y 等于4，对不对？他的意思是说，至少会有几个焦点，两个焦点。那请问你对还错？图形长这样子，不管怎么样画，是至少会有两个焦点，对不对？只要在 x 轴上面就会有两个焦点嘛，所以是对。这样 OK 哦，这题目就讲完全不难，我简简单单看完。其实这里很难的，你们老师是用画图教你们解不等式，还是教正负号区？你们老师有讲正负号区吗？嗯，就正负号区。正负号区这一题会几乎解不出来。可是画图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的知道，这个负一出现两次，是不是代表有一个偶数根这样碰到？那 OK 啊，哦，这件事情用正负号区是几乎没办法判定，所以。我以前也是用正负号去讲，但是后来也是全部改成画，就是这个原因。好，你们先看一下，那等一下我们再稍微讲个分式不等式，大概花个10到15分钟，然后讲解给你们下课，好不好？不会真的很，真的不会很久，真的不会很久。来，这个讲义先给你。其实我这个东西都有，只是你知道，因为你们课纲的关系啊，很讨厌，就是一下有反转，又要一下不要，而且每一年都会有增加减少不同的东西，所以还没有稳定的时候，这个有的时候就会这样说，大家担待担待。来，分式不等式，它本质就不能啊，这真的就不能。老师怎么讲？老师讲了，我的讲法跟学校不太一样啊。这个来，这个，第一件事情，分式不等式我们在解的图形解的过程是有限制的，只能有怎么样？先讲这重点。第一个，我们是在处理一个分母，
只有一个分数，一边是几，一边是零的问题，来把这个只有一个分数，一边是零这件事情先画下来，这很重要，这东西很重要。那我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宕机耶，因为我在摩擦会有静电，你知道吗？然后我的毛一滑过去的时候，它就会感应到很多东西。但我现在有感觉到我的毛都在那边立起来了。好，来，同学，我问你们一件事情哦，如果一个式子乘一个正数，不等式的方向会改变，正数不会改变，对不对？所以你看哦，兄弟 ，x 一的平方是不是正数？是的，好，消掉了。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原本的除式变成一个相乘的式子，所以除式可以变成乘式的原因就是这样。这样 OK 吗？这样可以吗？好，所以这时候就解这个式就好。好，所以来一样，边界二一，消一点，耶。这可以吧？这件事情是很单纯，但是有一些东西很讨厌哦。就是第一个哦，我们先看一下一跟二。这时候我们知道除都可以变成，因为你乘一个分母的平方就好了，对不对？好，那这时候除变成 OK， 这 OK 啊、哦。第三个也 OK。但是二跟四会有问题，为什么？因为这里有等于零，你这时候除变成，但你要注意，你虽然成了一个平方，可是你要处理是不是原式？原式要有包含一个条件，就是这个原来的这个分母可不可以是零？分母不得为零。一样，有等号的话，记得分母不得为零，就这样。幸好今天就先讲这个东西，我们下礼拜讲的话就有点急了，但是今天讲就很 happy， 所以就很 happy， 看起来难，但其实简单的东西。好嘞，那我们接下来再讲三个小例题，好不好？可能会稍微超过八点一些些，好，不过大家担待一下，因为这个是学校的补充的东西。好嘞，缩力一，来，请问你啊、哦，这个缩力一怎么做？用脚毛一想，哇，除可以变成。但怎么样 ？x 减二不能等于零，分母不得为零。哎，继续画图了。来，有三个边界，一、三跟二，对不对？但是注意哦，其他两个可以等于零，二不能等于零。画图的方法也是一样的，击穿偶缝。OK 吗 ？OK 吗？好，那这时候来，这个解答怎么写？第一个 x 大于二，要的是正号区嘛，大于等于零正号区。那接下来这范围是正好负三也把它连接起来，所以或者怎么样 ，x 小于等于负一就好。因为你这里是整段都要，这里等于零也要，所以其实它是整段都要。只要写小一等于负一就好，就这样，简单吧？那 OK 啊、哦，所以一个结论，如果只有一个分数，除可以变成，这样 OK 吗？这样 OK 啊，好。来。
来，那第二个呢？X 显示可以直接乘过去，不行，对不对？可以吗？因为 X 显示，你确定是正还负了吗？确不确定？不确定哦。除非它是一个恒正的数才可以乘，对不对？啊、哦，所以来再来，那怎么办？这时候就要移项先把它变成一个分数了，所以变成 X 加六。除以 x 减四减 x 小于等于零，那这个减 x 哦，我先通分，一项也要通分嘛，这样 OK 吗？这里只是通分，因为分母是 x 减四，合并成。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先分解或后分解，再处理就好。负 x 平方加五 x 加六乘以 x 减四小于等于零 ，x 不能等于四，你再慢慢变号分解就可以了，这样 OK 吗？OK 哦，好，大于等于零嘛，对不对？有变号过要大于等于零的正号去，所以来 x 大于等于六，然后 x 不能等于四，但是可以大于等于负一，就这样，可以吗？好，就这样。最后说例三我不解，只是我讲要你们讨论这个问题而已。第一个 ，x 平方加 x 加一可不可以乘到右方？第一个是可以，因为它的分母判别是怎么样？小于零，它是一个正数，它可以乘，所以变成3x 平方减 1x 减4可以小于负二。这 OK 嘛？因为是一个恒正数，除非你是恒正，你才有影响。那像第二个式可不可以乘？第二个式判别是大于零，甚至我们可以分解成 x 减二跟 x 加一，所以不可以乘到右方。哦，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不可以。所以这时候只能一项整理，所以第二小于变成